把你们双手借给我好吗？在这美丽的时刻，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，当神血进入他的门，当他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星星都要赞美他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张开。当音乐继续的时候，我请大家互相走动，来彼此的问安，特别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特别是向我们的新朋友来打招呼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爱充满着你，当全世界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你在我里面活着，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过去拥有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，全员
上一切更有人力，我不是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或许拥有满有人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或者我勇敢站立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我有惧怕能战胜仇敌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的山有鱼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海的山有鱼，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或是拥有满有能力，我停在我里面，或者我勇敢站立，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或是我勇不是，就可以先请您坐下。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说到，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定时。那我们作为人，我们终日的老，他又说到，神造万物各按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不能被我们测透。那我们 每天在忙碌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了有一位永恒的神，他的作为、他的蓝图、他的时间，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常常的忙碌都是虚空的。让我们来唱这首《神的道路》。有蓝图，他的是
息，是他应许交过赐福，创造万物各安其息，耐心等待必要欢呼。在世上有多少花香能使你快乐永久，是因为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，你可以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，希望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，任时间变幻，无休变幻，前走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，不朽的生命永存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的人世间，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满足永久，希望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，你和你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，希望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，任时间变幻无穷变幻，前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，不朽的生命永存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的人世间，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，尽头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，不朽的生命永存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的人世间，在跟随他的人世间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创造的世界的万物，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气息，主啊，你更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答案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主啊，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你那丰盛的产业，主啊，我们把今天的聚会，我们的讲员，我们的传译的口，求你来恩膏，主啊，不管我们今天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，怀着怎样的目的，主啊，恳求你能够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恳求让我们所有的会众跟讲员都能够同感一灵，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献给你，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